大概是1:40到了机场，这里是摩洛哥机场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出了去未出闸的。一般呢，这个机场下那个不算是很先进的，都算是好像旧旧地，似香港3小时这个时间。也都会在拉巴特这个城市啊，不像在那个卡萨布兰卡。卡萨布兰卡是这些路灯啊，拉巴特同埋嗰啲红旗啊，都系好特别嘅。它的经济条件上来说，跟我们国内差得很远，当然跟香港也差得更远了。所以它在酒店呀、餐厅呀、交通上面来说还是比较的落后的。但是它在非洲国家呢，算是也算比较发达的，毕竟它是有电啊。呢度系啲全部系有钱人住嘅地方啊，好靓啊！啲唔系普通嘅区啊。真係有錢人嘅區份喺度住，呢啲一度住㗎。對，我們現在到了烏達雅堡，也是他們。呢個係皇宮啊，皇宮啊，皇宮。哎呀，他们两只嘢喺度咧，佢系要争嗰一个系咪啊？两个争一个，争一格，两个喺度争紧一个，争紧一个入去啊！系，好多呢啲窿窿咧，哇，好多喎！理解唔到，理解唔到，哇！啲好多白鴿一個好舊、好古舊嘅牆嚟嘅，以前啊好早期做嘅。呢個老城啊，老城嘅城堡啊，呢個外牆啊。哇，好靓啊！呢个日落，啊，好似啲你睇啲浪，呢个海浪，呢个声音，先真正佢哋嘅首都嘅城市，好近。拉巴特市，大西洋啊，大西洋啊，一望无际，望到天边咁远啊，大西洋啊，都近呢个天边啊。大西洋，大西洋，大西洋嘛，是这里是不是啊？大西洋啊，大西洋啊，哇，好靓啊！而家等紧呢个阳光出嚟，即系变一个咸蛋黄啊！应该准备出噶啦，而家落紧。